那把补位了啊，刚好一来就强制补位，没有给到我打野。不过下路也还好，没有给辅助就好。直接上线吧，一级直接上嘴脸。啊，一级学的 Q 吗？啊？我操！我以为他一级学的那个 W 的。不行啊，老弟。他应该是要学个 W 的，一级学 Q 感觉打架没 W 厉害。好多抢线，还多漏了好几个补刀。有没有可能抓下呀？哇，好 Q！ 哎呦，这不随便操作他们吗？你不敢上，哎，那游戏理解真的差。他们俩手里没技能，两个两级，他妈半血没有的。没闪现，你力量满血，盲升半血，这波我们俩只要他敢上，这波一定杀他们，急死我了，真的，上就包打赢，我可以这么说，包打赢。他居然不敢上，还搞了我一个闪，这波是一定赢的。他这减速两个上来一个 QA， 对面直接卡锤石，直接一滴血，还有个 W。我以为他会上，结果他居然不敢上，还是这还是我们的小兵，我们的小兵在这边呢，很可惜啊，这波真的是很可惜，唉，不敢上。意识还是差了一点。对，我手里还双斧六层致命节奏，而且是一定能打赢的。很可惜，霞没闪了。我们阿弯现在好像也能打。回了吗？这个线我可能要推啊，这个线是往他们那边推的一个线。可以吧，我都要跑去游走送了一个，这么难受吗你？这有点难受的。游走白送一个。谢谢轻易开通的初爱守护，谢谢。你不会开这个守护，我开上个粉钻，好好，等我打完，打完兄弟，打完给你上个粉钻。
双招都没闪现，放出来吧，放出来，阿威现在很好打的，看队友开的怎么样。生在上，霞卡萨霞应该回家补装备了。阿威亚包赢的，卡特下来了吗 ？OK， 没来，没来回家。他下来，我这个双斧在手，我也能跟他打一手。忍者族去啊，锤石有闪，侠的闪现多久的？侠是五分钟的闪，他应该会的，应该点了一个减 CD 的吧。干嘛？放个大了，哈哈，这波我的，我想秒预判的，出哎大失误。暴击了，不暴击这个 Q 好像打不死。好 TP 啊，兄弟！想预判一下的，结果这哥们下来不直接转啊，遭中了。这个艾欧尼亚700分的，艾欧尼亚700分的。一着急了，锤石没闪，
哎，还叫了个死亡闪现，这波挺可惜。锤石没闪，直接开锤石就行了。难受，他们双闪好了，主要，哎，很可惜，还是着急了。这个眼刚看到盲僧在打石头人，还是不该开的，应该再稳一点，应该是稍微再等一等。他们闪现好了，侠有大招。很可惜，锤石的闪现也好了，双闪。很可惜，很可惜。打 ID 不可能打得死，兄弟们，有人说打 ID 啊，你打 ID 人家早跑了，你要打 ID 人家早就交闪了，知道吗？你要去想这些。ID 又不是杀手来站在原地给你打，而是因为人家有闪，人家选择后面才交。我没闪现肯定追不到的。怎么他们一直来啊？来一刀。给他留个炮车吧，他不吃。上路一塔已经爆了，我们俩转到中路去吧，只能转中了。船长得去下，他得去下，我跟辅助要站中，上路没塔不能去的，只能站中线。确实没闪，这波对面要炸，漂亮！是不是着急了点啊？秦刚你。
理解你想留人的心，但是也得稍微看，就稍微他的人辅助，两个人一起到。很可惜，很可惜，这样打不赚的，一点都不赚的。漂亮，好好女，这样打一点都不赚呢，兄弟，我感觉越打越亏啊，越打越亏。待会这样卡特冲进来拦不住啊，越打越亏，亏了亏了，很亏。我这英雄越打后面也越没有那个侠的追踪娜了。信我兄弟，这波直接闪现开，这波他旁边没人的，他没大没闪开了，他有进化都得死，杀心还是不重啊，能把他直接带走的锤石再没用。上河道是不是也得做个视野呢？哦，好 Q， 这位仁兄，哎呀，走吧，卡特，我现在是真的有点怕。走吧。必须放啊！这必须放的，他们要大龙了，而且打得很快。莉莉亚没闪，抢不了啊。随时有闪，哎，不赚呢。他们有两个龙种，有两个龙种，啊？啊！
哇操！亏麻了，亏麻了！日内瓦龙还被其他给倒钩拉掉了。 有点不好打了，这条火龙拿到还行，火龙没了，我现在确实有点关，确实有点关。这些人都不会吃线，他这波不可能来中路吃我线的，他把我线吃了，我没有线，他应该是要去吃上线的，这样他是吃两路线的。 他一直要吃中，那我咋整呢？我只能去吃单线呀。他要是跟我抢经济吃，我只能吃上线。食也得吃，不吃没发育。 要打吗？船长没 TP 侠都200多刀了，我才190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船长一直站中路抢经济啊！某个船长不单带不吃边线，一直吃 ADC 的线，服了，真的。 这个时候队友要回吗？ 可惜，我只能说，
这里有蓝 buff 不？没有，吃上线吧。我卡特可能是有 TP 的。卡特盲僧加侠，我这把要不要买个春哥甲呢？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我如果这波被秒团战打不赢，真打不赢。三张响力弓，响力弓能理解。还好，等一下他吧。撤一下，撤一下，我总感觉对面想开。漂亮漂亮，那卡特也送了，个个都想秀想立功啊。卡特这波也白给，他也想进来操作一下，每个人都想操作。buff 十多个，谢谢原子的荧光棒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 buff 摊一手吧，偷完就跑啊，真刺激！让他们想少个红 buff 了。最后一件稳一点吧，稳一点，出装稳一点。去三桂园区，不去，我一个人就顶你们三个，我不去。啊，哈哈，这去进去我不是要被卖了？好好的进去，头发都光了才出来，不去。应该打得过吧，船长？三桂连我都想压榨呢，连我都要压榨一手。二甲二五零，我钱够了，但他们也没人，直接推吧。好贴。
还好我买了块秒表，这样没这块秒表不行啊。十八起，要不要买春哥？买春哥少了个阴血剑，还是买吧。毕竟对面有个瞎子，瞎子一直踹我，他阿闪踢我很难受。我倒可能要把收集者换个饮血剑，换装备了。这个月不想打人头，下个月可以打一下，这个月不想打了。一刀9999，无敌。谢谢新杰的魔法书，谢谢，应该一波了吧。我本来想着随时算拿个五杀的，很可惜啊。